哦，G G Boy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G G Boy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G G Boy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，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、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举举棒。话里做英雄，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，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古老的五行元素拥有强大的能量，但是却无人可以真正驾驭，只有武灵锁的佩戴者才能将这些能量转化，变身成威力强大的兽形战士。第二十九集，重逢出狱的三眼怪。阳光，哇，自由的味道。嗨，三眼怪，好久不见了。哎呀，是我，猪猪侠。怎么，我已经帅到这么惊世骇俗的地步了吗？哎呀，放开啦，我过期瘾啦！哎呀，猪猪侠，你是来接我的吗？太感动了！恭喜你今天出狱了，我给你带来了礼物。喜欢吗？啊，猪猪侠，你居然记得我是近视的，谢谢你，猪猪侠。以后有什么打算呢？打算？我也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打算。我不想再当坏人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。其实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呀。你以前有没有过什么理想呢？理想？对呀，理想。我小的时候就是长大了以后做一个超级英雄。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我说说看嘛，不要害羞。我要去当一个农夫，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，我不想再做一个只会到处捣乱搞破坏的怪兽了。好，说得好。我要做一个最普通的普通人。大丰收，真是越看越有成就感呐、敢跟我三眼怪较劲儿？就是这个东西卡住了我的冲动。好漂亮啊！难道是块宝石？好宝贝，我挖出来的那就是我的。老大，快，有反应啦！喊什么喊？大惊小怪的，有什么反应？波比，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啦？肠胃有反应啦？切，我要不是你，整天就知道吃。
我今天去郊外还没走多远，元素雷达就响了，我估计是新的 X 结晶出现了。 啊雷达响了，你怎么不直接过去看看，跑回来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想把威风的机会留给老大了。我看你是不敢一个人过去，怕撞见玫瑰公主他们吧。去，随便你怎么说吧。好了，别闹了，你们赶紧过去吧，别让怪兽联盟抢先了。好。哇，想不到三眼怪还当起农夫来了，真是有模有样哦。你好，三眼怪，好久不见了。哦，什么事啊？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块很奇怪的石头，闪闪发光的那种？没看见。可是元素雷达就显示 X 结晶在你这里呀。你们烦不烦呢？我说没有就是没有。你这个三眼怪什么态度？就是。不过啊，三眼怪并不是会撒谎的人，他说没有，那应该就真的是没有了。菲菲，会不会是元素雷达出了问题，指错了方向呢？难道真的是雷达失灵了？让我来试试吧。交给你了。停，雷达是你这么修的吗？这样只会坏得更快嘛。也是，这样确实不太好，我都累得出汗了。不是你累不累的问题吧？这雷达一直都指着三眼怪的那个位置。看来这个三眼怪根本就没对我们说实话，敢糊弄我们怪兽研究社。哼，我们再去找他。三眼怪，如果你真的捡到 S 结晶的话，希望你能把它交给我们。那个东西真的很危险，会激化怪兽的力量，让怪兽破坏力大增，并且失去理性。你也不想再去做坏事，对吧？你们几次三番的找这个东西，不是更说明那块石头真的是个宝贝吗？什么危险不危险？想骗我交出宝贝？我捡到的那就是我的。喂，你这个家伙，明明藏着 X 晶体还骗我们说你没有。赶快交出来，不然等下玫瑰公主来抓你的话，我们可帮不了你了。我说没有就是没有，就算有我也不给你。哼，你不过是一个怪兽而已，还学人种什么地。哼，你居然破坏我的宝贝菜。哎呀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波比，还不快过来帮忙！老大，我来了！哎呀！疼死我了，疼死我！灭火！灭火！救命啊！老大，我被灭火呀！老大，告诉你们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来三眼怪手里的石头，你们等一下就好好看着吧。终于搞定了。你们又是谁？想干什么？让开。你以前被怪兽研究社的人抓进监狱过，对吧？是不是很恨那些人？是不是很想报仇？怎么样？要不要跟着我们干？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打败怪兽研究社。走开！我不想报仇，就想把我的菜种好。你们别再来烦我了。不识好歹，既然你不肯好好跟我们合作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赶快把 X 晶给我交出来。
原来你们和猪猪侠他们一样，都是来抢我的宝贝的。猪猪侠他们也来了？这么说，X 结晶还在这里，看来他们是空手而归了，不能再耽误了，去给我把晶体抢回来。是。哎呀，可恶啊！这个三眼怪软硬不吃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好疼啊！老大，老大，你屁股受伤了，别乱动啊！这个三眼怪的本性是不坏的，我们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不用想了，为了得到 X 元素，猪猪侠，我给你们设计三种方案。哪三种方案呢？一，武力；二，武力。第三种，请参考前两套方案。我的菜！河马怪真厉害，力大无比。试一下吧，乖乖把晶体交出来。我的菜！那个东西很危险的，会激化怪兽的力量，让怪兽失控，然后破坏力大增。快把晶体交出来！这是你们逼我的。你一个人在那嘀咕什么呢？我们可没什么耐心。快把 X 元素交出来！哼，这就对了。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你这是向我挑战吗？的力量，